麦克风开了吗？好，我们西组的比赛马上就会开始了。然后第一场原本应该是我们的劲对阿巴雷，但是因为阿巴雷选手我们现在找不到他，所以第一场我们会直接先跳到劲对日本来的选手亚木卡。亚木卡我们刚在场边的也是和我们几个轮番挑战他，是一个妹，非常强的妹玩家。那我们比赛马上开始，画面左边就是我们日本冲绳来的亚木卡选手，右边是我们的劲大。然后现在是先试按钮，亚木卡应该是会没意外是用妹。赛前因为亚木卡他一开始选了一些副九角色，然后像是我记得他有选沙梦，还有琴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还看不出他实力，后来他开始换上妹以后，就局面就变得非常的残忍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期待亚木卡对我们的劲大会有什么样的比赛。没错。试完按钮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正式开始。哎，没有啦，还没试。好，那我们比赛立刻开始啊！我们切回游戏画面。好像是选错又跳出来。哈哈。这对决，因为角色的相性其实不是很清楚啊，但是因为 Chip 血很少，因为妹活力很高，所以有可能会出现 Chip 被高活力连段快速打死的情况。好，开场两个人在场中力回互相跳跳去，现在角色机动性都非常好、哦。可能是因为 Chip 是一个高速度角色，所以亚木卡他不太放道具，选择用本体的放置器。哎，被弄倒了，多泽正面挡住，哎，漂亮空摔。这个起身时间没有抓好，被反摔，但是多泽挡住了，两个人在场中谨慎力挥，选择霸掉。看起来双方不想要勉强进攻，哎，这边要赛摔到了。伽马这连段不会倒，接下来会怎么做呢？好，两边看起来是打算继续做场中力挥。哎，漂亮，这个空摔完全猜对了，可是又再度刷在普通摔，龙柳。这边龙柳完选择六 H 抓了啊啊！但是这个连段，刚才连段非常痛，但是亚木卡这边连段确认失误了。然后我们的小静先拿下第一场，拿下第一个灯，好漂亮，开场 JD counter。哎，先读对手跳，但是亚木卡忍住了。哦，看起来两边持续在场中跳，亚木卡应该是想要以放置的 Z 攻击为主力，看能不能让 Chip 出车祸。可能是因为觉得双方基本技术性能有差，不太想硬上。哦，这边啊，这边没有霸好，会被带完整连段，一 loop， 两 loop， 选择安利弄倒，换边得到了。这个会看起来应该是会死。好，哎，亚木卡选手逮到了目前的第一次机会，立刻就拿下一个灯。好，又是一个 JD， 哎。这看起来应该是后变前前，但是赚到一个二 P 弄倒，连小青也是好不容易选择霸掉。好，两边再度回到互相在空中放置基本技的画面。哎，这个是要抓瘦身没错，但是却输给了前瘦身这一组。哎，感觉这个灯亚木卡稍微变得比较急躁一点，往前动作多。
但是小金还是稳稳的固守在自己的领地，两边目前显然不相上下。哎，这个空中也摔得很漂亮。哎，这好像发生了第四次了，是不习惯去补几阵时间吗？哦，这个虽然是有补阵机时，但是 RC 对去补来讲还是很大的伤害。最后的多泽，哦，最后用了一个偷鸡的小捏他，会霸吗？啊，霸的时间没有处理好。然后第一场之后非常激烈啊，两边一度非常拉锯，但是最后亚木恰选手他用了一个六 H 黄的巧捏他，成功拿下这一场，再来到第二场。哦，二 H 康特，这仍然不会倒，应该只会响起，不错。哦，弄倒了，会怎么做呢？好，双方再度回到场中的例回，近代也是打得非常谨慎的，他有进攻的时候选择按几下都跑掉。好，回妹不断的后跳这攻击持续，然后又抓了一个空摔，两个空摔去不是少了两个多血量。哎，这边看起来很有意图的是要抓空摔，这感觉是有经验哦。不知不觉 Chip 虽然没被打到连段，但是血量已经进入一级圈了。好，这边是 Chip 的西翁猜对了啊，这个但是为了安定起见选择了一批连段。好，空摔没有摔到，这个习惯很好，没有第一时间瘦身。但是这个血量差距对近代来讲是有点压力。哎，举到了，这样一来选择防霸吗？好，两边打了七十秒的谨慎力回，现在由亚木恰来了，等一下听牌了。哦，哎，好像是一瞬间看成指令头，就是起身再摔，然后跳得很快。哦，感觉每个灯流向也是稍微在改变啊。亚木恰取得比数的领先以后，就变得稍微安定一点，往前。哎，没有雀反。空中直嘎 JD 落地摔是雀板，哦，凹到，哎，哦，近代反应很快，针对对手的，哎，哇，两边突然进入了有点混乱状况，虽然没有打到脸，哎，漂亮的确认，这个，哎，这是失误还是某种起攻呢？看不太出来。好，最后的起攻哪边？海豚没有压到，选择往后退，还是不想要勉强进攻。两边血量都是一级圈内，啊，气用掉了，这样一来对小金来讲是稍微有利一点。啊，可是打到了，忍住没有霸，但是会怎么办呢？哦，啊，最后还是被海豚撞死了，非常可惜啊。好，我们恭喜冲绳来亚木恰选手晋级。那么我们下一场比赛会是哦，因为这个破DQ人是不是有点多？对，好，那么我们下一场会进行的是一批的豪哥对二批的大智，不是。好，那么我们进行的是一批的豪哥对二批的大智。
Heaven or hell, duel one. Let's rock.好，现在双方开始测按钮，我们在两边准备好以后就会进行第二场比赛。好，大家应该是豪哥正在去。豪哥正在确认惯性蒙他的手感，所以花了不少花一点时间。他说如果在赛前发现今天塔拉米出不了怎么办？因为梅轩的惯性大师比较需要手感啊，难度比较高的出入，可能刚刚豪哥有点卡卡的，所以花一点时间测试。不过我们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哎，豪哥开场都连续前跳三次，哎，展现出他气足心。我米莉亚也是快速用他机动系跑掉。这对决显然梅轩的火力是比较高啊，那力回上米莉亚比较有优势，所以应该是豪哥那边应该会想要火力决胜。喂，这边米莉亚抓一个连段，但没有弄倒。哦，这个尬子有点危险，但是又成功跑掉，非常哎防到霸，而且是一个很好判断，确认榻榻米会中，所以选择直接上文钩，角落压制，哎想跑掉，但是被喷回来，这样一来这个血量很危险哦。有 P 六 H， 但是暂时不会连盾。哦，狂狂滑西，但是没有打到，不过角落弄倒会折什么？哦，折到中段，选择霸掉。一个很像快打风格的对空换边，豪哥拿下第一个灯，真弄倒，但是没有确认到被收身。梅轩的空雅应该是真的对策啊，米莉亚不管是空对于 ZH 或是空对于真，都会被空雅打到，那应该是豪哥有做过一些研究。好，看起来刚刚榻榻米有点失误，但是双方再度回到场中。哎、欸，这是中段被猜对了。哎、欸，选择花五十哈气把队友打回角落，要在这个多折决胜负吗？啊，这边冷静的选择花五十哈气，那双方互相把队友摔回角落。我刚刚那个榻榻米有点犀利啊，忍住没有动。哦，漂亮哦，这个情况赛摔得很好。再度一个 DA， 哎、欸，这边是不得不霸，最后是一个空对局的玉米棒，豪哥拿下第一场。看起来豪哥很不想被米莉亚压制啊，所以连续用了两次 DA 来逃开米莉亚压制，哦，举得漂亮，但是连段没有确认对。现在米莉亚专注在对空，但是选择一个确认霸，然后暂时打到，但是没有办法弄倒啊，这个有点痛哦，有办法成功弄倒吗？啊，这边连段失误了，可是米莉亚血量已经落后了。哎、欸，漂亮，哎、欸，刚刚有点可惜，连段没有确认好，这个应该是会死。好，恭喜豪哥听牌了。来到关键的最后一个灯，哦，有点高，哎、欸，漂亮，稳定的用灯挡躲，哎、欸，可惜蹲姿没有确认到木压，哇，这个好炫，直接用后跳的灯把空地打掉了，阿巴雷成功场中压制，选择一个大击被压制，角落这位怎么做呢？还是选择安定的大击被压制。看来对梅轩来讲，
与其注重前期攻，不如想办法火力把迪迦直接打死。连百勇 A， 两边都选择霸掉，将来局势再度回到五波。最后的起攻会哪边？有一个50%气会看不到中段了。哇，这个血量，那最后是一个绝走抓乱动。恭喜豪哥晋级。因为这个铺哦，有几位选手没来报道，所以我们赛程进行非常快。下一场我们会进行的是，我们先进行败部吗？好，那么我们进行败部的大智达小晋。啊，就是如刚刚所说的，因为几位玩家没报道，所以刚落进败部的人立刻就对上了，直接来到了普尔的败部准准决赛。没错，这不是啊，这个是 T2。对，啊，因为又是重复人上场，都不再介绍了。现在是一批的大智米莉亚对二批的小晋 Chip。但如果对手是米莉亚的话，小晋也是有可能换上他的 Slay 啊。我们大智选手用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全台湾唯一一台，至少应该是 GG 玩家里面唯一一支 Vitrix Pro 吧。好，现在两边决定先试按钮。这次比赛基本上按钮是一定要试啊，不能跳过。不过我们这比赛大家如果同意的话，为了加快赛程也是可以直接开始。为什么两边不断有人按到回主画面？是比赛太紧张吗？我们今天一直看到这个主画面。好，我们开场立刻大智选手选择霸掉，也进入电究赛。在这个电究赛，谁会先塞到对手？小晋积极的用基本技 rush， 举到了。因为电究赛的特殊空不可收的时间，好像让小晋有点迷惑，就错失一个连段机会，但是立刻取得大量血量领先。我折正面折到了，这边有点小失误，因为没有捞到起，但是血量的差距，好，小晋选手虽然连段判断有点混乱，但是顺利的劈了第一个灯，好，又是一个 JD counter， 但是这边空地区，空中也没有成功，没到。
好，现在角落压制，忍受不住压力选择霸掉，摔进角落就有机会哦。今天小静也是在中了幻变下段，然后第一时间霸掉，现在双方都没霸。以这个血量来说，有可能大致存不到第二个霸，这个战斗会结束，因为他可能希望可以让战局稍微拉长一点。好，这边然后就知道正面这一次的角度很刁钻，不是很好判断。选择大石的抓乱洞，看起来刚刚应该是原地狂阿西。这边又选择 DA， 但是战局来到后半段，双方血量都所剩不多。谁可以先打到对手？好，真喷到了，但是太远了，被阿巴里成功。最后的多德犹豫了一下，是想要防霸吗？又防霸啊！但是第二时间霸反而变成金霸，接下来局势就突然变得对大智选手比较利了。可是这个血量还是有可能立刻被按到。阿西连到啊，但是啊，非常可惜啊。刚刚的情况可能是觉得冲过去连段也会被拔，而选择原地先捡拔针。我来到第二场，但是我们的小静先拿下第一场。好，现在角落弄刀，好，这个举刀，这边被拔好像因为 Chip 的角色的特殊属性是他 buff 的时候人是会变透明，因为没有判断好连段机会。哦，这边被一个 dash 二 P 打弄倒了，走那边零距离的伽马亚奇真忍住没有动，这边有一点点尬直接都还折到了，这边是反变。刚刚看起来是判断成以为会被受伤，选择刷空摔了。龙枪阿西没有抓到。啊，这边应该是想抓空摔，结果却被反摔。现在局势很难说，两个人在场中立回，两边都是全游戏机动性最高角色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大要停牌啦，来到最后一个灯。在。大致还是选择用征途路成功弄倒在角落，这边选择防凹，结果却被直接跳走。好，一个狙击弄倒哪边？看起来是想要用跳过头在逆向的 JD， 但是距离没有抓对。好，这边直接打到 ZH， 这个很重要。防到了，漂亮。一个安定的枪械连段，体力啊增加一哥的血量。啊，这个应该是会死。这边可能觉得倒地追逃不一定会死，选择安定的判断。很恭喜劲大晋级。那么我们对，我们进行到西普尔的胜部决赛，冲绳的亚木卡玩家。的妹对上我们的豪哥，什么？现在双方先进四按钮。
好，豪哥继续一脸专注的练习蒙他，没有啦，现在还在练习啊。好，因为豪哥的卖力练习，我们关注的重点变成蒙他到底实战会不会失误了，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豪哥的比赛表现。台湾也有好几个妹玩家，那这位杨木卡他实力非常坚强，玩妹的玩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对战。好，这边两边选择都是黄色类似一样的颜色。S 二豪哥一开始一个六根图啊，第一个亚洛森就被先读大蛇选择霸掉了。好。看起来豪哥猜到对手反应很快，选择绝走直接抓空摔，但还是被跳出去，漂亮。哦，妹的后后非常强。好、哦，接下来双方血量就差不多了。最后的夺折，哦，这个很犀利，选择阿西应该是会死，非常的痛。好、哦，这个普通摔阿西还没打完，没血都死了，非常高的活力。好漂亮，这个空摔摔得很精准，又是一个普通摔。Dust 这一次豪哥没有亚洲生选择后跑掉，小罗压制。哦，啊，这个有点可惜啊，成功拉到，但是换边没有办法连断。哦，这个没有确认到，随时都会没确认血量捏一把冷汗。不过两边火力也可以说是非常上下，都是非常高火力的角色。哦，捞到了。这边应该是黄阿西，没错。好，捞到了，有一点点尬，这个会死吗？啊，空中连段应该是会刚好死的。不过局势对豪哥还是有利，现在拉开距离了。哦，南方非常紧张，豪哥返回一城，现在1-1，开场一个四六海豚，两边选择退开。哦，漂亮哦！对于妹最强的空对这一次，豪哥用逃这一次来应对，成功的把妹打进角落。哦，漂亮，这个是完全抓到了。对手逃出角落的时候，想用 C 攻击来阻止你追击。漂亮，亚洲城对空。这个灯豪哥打得非常稳健，啊，防到了。这个应该啊，选择安定连段没有死，但是血量差距有将近九个。啊，没有确认到连段。哎、欸，豪哥稳稳的守住最后一个灯。现在是豪哥1-0。好，哎，这边做了一个特殊的连段确认，但是没有成段成功。两边都把霸用掉，看起来完全不想要被对方火力接触到。哦，这个阿巴雷成功。哎，因为妹的后太快了，所以反的后，哎，捞到了。是梅轩一个传统的大棒，哦，这边对方也是一个传统大棒打回来，但双方血量非常上下，梅轩有100%啊，这边连段失误了，这很难说，啊，没有阿西太可惜了，哎、欸，对哦，豪哥刚刚塔拉米没阿西，让人抖了一下，不过还是稳稳拿下这个灯，现在豪哥听牌了。看起来双方积极在场中跳来跳去。好，这个好不容易选择霸掉，对豪哥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场。哦，漂亮哦 ，JP 对空得逞了。哦，跳走了，漂亮，最后是一个 F 四的喷中段。
哦，这次终于抓到了。哎，有一个看不到阿西，没错，看不到的中段阿西不会死，能够啊，连段失误没有弄倒。哎，会死，这会死，会死。啊，可惜差一把的漂亮。好，我们恭喜豪哥胜不出普罗西。虽然说日本玩家原来是客，但是我们身为地主，还是希望台湾玩家能够好表现。我们恭喜豪哥胜部八强。那么我们要决定出西普尔的败部名额，要进行的又是一开始大家看到的亚姆卡对小静。刚刚小静询问说能不能选小悟空，但是我想这游戏没办法，我们就看看小静会不会选择他的斯雷亚出战了。这边如果亚姆侠选手胜利的话，那么我们叫 A 胖来自给你。好，现在双方四战点。这是我们西普尔的最后一场比赛。别别动。好，双方四战结束了。这边如果亚姆侠选手胜利的话，那两位日本玩家都会进入八强。我们比赛都升格成一个国际化的比赛。哎，我还是希望劲大可以多帮我们地主队守住一个八强名额。那比赛要开始啊！好。开场，哎，亚姆侠选手之前印象他力回打非常的谨慎，那这一场一开始都非常积极的主动屠戮，哎，有一点点尬哦，这个不霸的话伤害可观，选择霸掉了，这个六 P 举得非常精准，哪边？哎，得到一个正面，有点难得，这个情况没有连断。哦，这个真的是 Tube 6P 的性能真的很强，那个情况很多小车是举不赢。哪边又是正面，这是我们啊，大的选择霸掉。哦，小静持续的强行进攻，可是双方的气差有点多啊，因为妹为什么运用这100%气，话才刚说完就晒了一个海豚哈西，这看起来是会死的。成功，下段稳稳的，应该发技大，刚应该是发技大的，还蛮明显的，防御习惯非常好的日本玩家。好、哦，连撞。啊，又是一个大的，啊，有点紧张，没有反应过来，但是没有啊，哎、欸，好，刚刚那个非常痛的连段，空间血没出来。好，场中也选择抢血。哦，一个用了一个啊！刚刚那个虽然是非常高难度连段判断，但应该还是不会死的、啊，应该是想要抢血做最后一次攻防。就小静选择 bust， 但是失败了。好，现在亚姆卡选手先拿下第一场。开场又是一个16海盾。哦，去分的角落 rush， 哦，漂亮哦，直方这一时空摔这一局的对策，哦，这个赛摔先猎取，抓到一个六级偷鸡，
哦，漂亮，这举得好。哦，这是选择责备得到了，换掉妹的霸，哎，这可以连断，没有接，可惜。啊，非常痛，这霸的时间很好。哎，这边被阿巴雷成功，这哪边选择 DA 没有被得到。哦，漂亮哦，这个强行会死。哦，漂亮，进到一个漂亮的连段判断，现在返回一层了。好，这一刀，啊，这个是会接完，非常非常的痛。好。一个 Z 攻击 counter， 再一个角落盾的会晕吗？有机会晕哦。然后虽然逃出升天，可是还不小心按到 BS， 损失了触发器。啊，这应该会死。哎，哦，现在杨木侠选手挟着血量的绝对优势，积极的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一面前进一面挥 Z 曲。好。好，那么杨威小选手停牌啊，金丹能够阻止他吗？现在第三个灯。哦，看起来是，哦，被连续捞到追攻击，强劲的 hold 掉。哦，漂亮哦。趋势其实目前看起来是不错，金丹这边还有一个靶，哎、欸。是雀反，他没有弄刀，但是立刻取代六 P。啊啊，这个，哎，太高了，没事，还。刚刚因为空霸没有被雀反，目前金大还有机会。双方再度回到远距离回，谁会先主动发动攻势？然后金大选择伊势迷彩开始在画面上移动。啊，两边一起点九，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，两边同时点九。哦，结果是杨木侠选手先把气用掉，哪边中断挡住？哎、欸，双刃中抓到，但是还有一次多折。哦，又挡对了。啊，最后终于使出了压箱宝的六 K 中断。非常的激烈啊。杨木侠选手应该是一直预期对手会防中段，不断的想抓人中，结果最后还是有一个中段拿下比赛。那么我们破西的赛程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们待会，对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进行破低的对战。